冲冲，挤挤挤！漫画博览会第一天，漫迷全都冲着这个来，太爽了！因为网络上没想到，所以我就在这边讲。排了十天也不嫌累，花钱不手软，只是要把想买的东西拿到手，得先突破重重人墙。不要走，叫你把人卡着，人家从那边走过去了。排队人潮挤满走道，漫迷全都动弹不得。这头工作人员火气很大，另一边则是有漫迷直接坐在地上欣赏买到的战利品。一个福袋和两盒那个模型吧。花了多少钱？3000多。心中早就盘算好要买什么，虽然预算有限，但今年各大出版社的折扣也很诱人，最低下杀6.5折，还有满百送提袋，优惠吸引人。不过更多人是来朝圣。你今天办的是什么？初音未来。今年漫画内容也有浓浓的台味，像是客家人特色菜也被画进漫画里。这些料理是怎么做才会好吃？然后还会像是著名的腌制的福菜，还有客家小炒。展览会场挤满人，其实开幕前馆位一大早也排满了人潮，一路从新一路排到市府路，连天桥上也坐满漫迷，不怕烈日当头，就是要来漫博朝圣。东森新闻梁伟勋、陈依云 SNG 小组台报道。